欢迎来到今日赛场上角，我们将对每天 NBA 比赛的亮眼球鞋进行盘点，介绍性能、历史以及球鞋背后的故事。今天周六 NBA 进行了十场常规赛，哈雷尔穿曼巴老教系列，连开两双软木塞致敬科比情怀，满满然后快船击败湖人。话不多说，快来看看吧。哈雷尔穿着 ADIDASTOPTEN 2000 Co-Diving Attack， 哈雷尔今天替补登场，上场21分钟，得到12分4个篮板，快船战胜湖人。 Vino 在意大利语中为红酒的意思，其实是少数人才知道的 Co-Diving 的昵称。2016年在科比即将退役之际， Adidas 为了向其致以敬意，推出了 Co-Diving Attack 系列，选用 CRAZY1CRAZY8TOPTEN 2000和 CRAZY9及四双经典战靴为蓝本，以软木塞纹理作为主线呈现，即由葡萄酒玉沉玉香来寓意 KOBE20 年的传奇生涯。托戴厄斯哈里斯上脚 NITEKOBE6 Prelude， 哈里斯今天首发上场，33分钟入账，9分10个篮板，一次助攻，约什哈特上脚 NITEKOBE111 哈特今天首发上场，35分钟入账，12分6个篮板3个助攻。兰斯上脚 Kid Tommy Ilfiger Skulux 师弟今天替补登场，17分钟得到8分2个篮板2次助攻。鲍尔上脚 BIGBALLERBRANDZO2.19 球哥今天首发上场，43分钟得到19加5加6上脚 BIGBALLERBRANDZO2.19 英哥今天首发上场，33分钟得到17分7个篮板。文斯布鲁克穿着 AIRGORDAN10PEMVP 威少今天首发上场，39分钟入账，40分12个篮板8次助攻，带领雷霆轻取太阳。整双鞋大胆使用了让人眼前一亮的鲜艳橙色风格，可以说真的很威少。 Win it， 艾顿穿着 Puma Clyde Heartbeats Wrapped Purple Glow 上场，艾顿今天首发上场，32分钟入账，16分9个篮板一次助攻。德罗赞上脚 NITEKOBE11 德罗赞今天首发上场，38分钟得到24加7加3马刺不敌掘金。特雷莱尔斯上脚 NITEKOBE5 Prelude， 莱尔斯今天替补登场，17分钟得到3加7加2杰夫蒂格在热身中上脚 NIKAYERZOOMFLIGHTTHEGLOVE 森林狼不敌老鹰。小德里克琼斯上脚 NITEKD6 威琼斯今天替补上场，